中文系呢个薪火相传计划最初开始嘅时候，即系希望建立翻啲比较亲切嘅师生关系，透过导师同学生嘅小组活动，影响学生，等佢哋喺教学同人生方面有啲比较正面嘅睇法。新传嘅成立其实好偶然嘅。你琴日有冇睇呢个杰出华人系列啊？林怀民嗰辑咧，佢就拍咧话林怀民佢哋咧系每年咧就舞蹈系咧就会一齐咧去参加一个台湾嗰啲叫做咩大甲马祖大游行嘅，咁咧就成班人一齐咧系去行几日几夜嘅。最得意嘅咧就系成班人一齐去经历一啲嘢，去做一啲嘢。咁中途咧又会有好多人咧走嚟叫佢哋话：喂，咁辛苦唔好玩啦，走啦走啦嗰类咁样引诱佢哋。但系咁佢哋又再继续落去啊咁。咁就變咗係成班人一齊嘅一個經歷嚟咁樣噶，咁我覺得嗰個感覺咧好正噶。阿蕭嚟咗咯，哦，係 ，hello， 係，送咗嚟嘅，係啊，坐，霸咗位，你冇同啊？冇啊，咁啊，你我，唉，我哋啱落堂咋。喂，頭先行過嚟實啊，聰啊提到琴晚林懷民嗰個特輯喎，你有冇睇啊？有，我琴晚一路睇一路，覺得如果我哋香港教學院有咁嘅情景，就非常美妙。係啦，真係好正。其實即係如果我哋能夠搞到，譬如我哋啲學生同埋啲老師一齊去參與一啲活動，做啲嘢咁樣，咁其實真係好好玩嘅。其實應該做嘅，即係睇我哋而家個環境又好咗，同事每個人都有間房，咁但咧就咧係同學生嘅關係好似都係疏離咗咁樣啊。其實我哋啲學生而家啲中文根底又唔係咁好啊，有幾字啊寫錯啊，啲音啊讀錯咁樣啊。如果你有機會咧，有個導師去執翻正嗰啲嘢咧，就更加理想啊。你幫我哋搞一個即係中文系嘅。即係自己本係帶翻自己中文系學生個咁嘅小組，如果做唔得到啦，你話俾佢聽，做一個中文老師應該點樣做？係咯，就算乜都唔講，乜都唔教，就係一個接近嘅關係一個過程。係啊，會感染噶嘛，即係我哋叫潛移默化。我諗都有啲人肯制嘅，即係試下咪得咯，即係出個 email 啫嘛，冇所謂，問下有冇人肯制，有人肯制咪搞咯，嚇！即係如果冇人肯制，細細地都唔緊要噶。我哋嘅 email 發出咗之後咧，有二十幾位同事同埋二百幾位同學主動報名參加。新傳計劃開始咗一個學年，我哋都做咗一啲嘢，例如開辦書法班同朗誦班啦，希望能夠改進同學嘅字體同埋增進佢哋嘅朗讀技巧。朗誦裏面最基礎咧，大家睇到就話正確語音、優美聲調。如果我哋單純從呢兩點去睇嘅時候，呢個係朗誦裏面一個最基本嘅入門嘅基礎。咁如果我哋好扼要去睇嘅時候，就朗讀係一門聲情、聲音同感情結合埋嘅，即係表達藝術。我哋一共有二十個小組，每組大約七至八個人啦。至於活動內容，就由小組導師同學生自己決定啦。有啲小組就有定期見面時間，有啲咧就主要靠 email 聯絡。學生如果有咩問題咧，然之後先揾所屬嘅導師傾嘅。好主要咧，都係佢個名咧吸引到我噶。薪傳計劃啦，薪火相傳啊。咁其實咧，就而家我做緊嘅工作咧，都係薪火相傳嘅。咁我會覺得咧，作為一個老師咧，其實佢喺知識方面固然咧係需要一定水準啦，但另一方面咧，佢喺嗰個即係情意感受方面啦，佢個做人嘅態度啦，或者係咧佢擁有嘅一啲嘅知識品格咧，係更加重要一啲。咁而呢一啲咁樣嘅內涵咧，其實係需要咧係個別嘅接觸啦，係佢能夠體會嘅。我相信咧，佢哋喺我身上能夠學到嘅咧，係一個態度啦，係一個教學嘅態度啦，同埋學習嘅態度嘅。因為實際上咧，就係教是為了不教。我哋希望咧，就係學生能夠學到嘅嘢咧，就係一個學習嘅方法啦。當我教完佢之後咧，佢自己能夠自己去學習啊，終身嘅學習。就嗰個目標就相當清晰嘅，即係好集中就係講文學創作。我其實我有一法就係，我希望咧就超越咗一個學院嘅空間，就同佢同香港文圈連上關係，就讓佢去入嗰個氛圍去，知道有啲咩作家，有啲咩圈子啊，你即係佢自己就會好多人同佢講文學，佢識好多嘢，即係眼界會係大開嘅。咁而家如果我係從我生活相傳嗰個角度嚟講咧。咁你對文學創作嘅嗰種興趣啊，或者係嗰個認識咧，
基本上都是一個開始，用翻個水晶，好似啱啱撻著火啊，但係而家咧個火就好弱嘅，好容易熄滅嘅。咁所以我而家要咧，即係借外援咧，希望燒到個火大少少。我係國Sir啦，教中文教好多年啦，咁啊喜歡讀中文啦。咁我諗起咧，我以前喺中大，即係我自己做超探嘅時候咧，就聽到即係有啲老師提議過一個形式，我覺得幾好，用筆談啊，就係、是、利用筆去傾偈，即係同一個主題，但係大家咧表現到即係佢自己唔同嘅個性、唔同嘅見解、唔同嘅感覺。我是水，我是陳靜。有什麼可以證明我就是胡念欣？真的很少問自己我是誰。我可以說是一位帶有些反叛性格的學生。我是一個情緒化的人。我是一個想過平凡生活的人。我希望將來每一個我所教的學生都會記得我梁家偉。自知確實不是容易的事。我是誰？自己眼中的我，其實往往是人們眼中的我。沒有水，沒有鏡子，我無法照見自己。又嚟啊，博士。點啊？有咩事？冇事啊，揾你傾下偈咋。講到得著咧，其實喺我小組裏邊咧，從係大家唔認識嘅，到即係話熟絡咗啊，甚至咧有時咧佢哋行過，可以不為什麼咁樣敲我門，講話郭生，我翻咗嚟啦，咁樣傾陣偈啊，咁樣樣。其實我覺得即係互相都得到一份友誼。其實呢份友誼喺個中文上高結緣。差唔多個星期都寫一篇啦，咁郭 Sir 次次都堅持我哋寫啦，咁我哋見到佢都寫得好長同埋好多，每一次都係好堅持咁樣寫，咁我哋都要寫咯。係啊。郭生有時候幾固執㗎，係要我哋堅持落去。不過咧，我哋都喺佢身上學到呢樣嘢啦，覺得先生係要擇善固執咯。帶一組成年啦，因為發覺咧係見到啲學生逐步有成長，係幾開心嘅一回事啦。第一次做啦，都冇乜特別嘅經驗嚇，係樣都想掂下嚇。咁可能個效果未必係咁理想。如果嚟緊一年咧，係咁就希望會有個主題。都拉緊同學生嘅距離啦，甚至冇，只都覺得年輕咗啦。其實以前我都唔會去影嗰啲貼紙相嘅，不過一次係同佢哋食完飯之後，咁我一齊去影相啦，咁啊影都幾開心。其實好似喺專上學院啊，或者其他大學都係，挑剔同埋學生嘅關係咧，其實係好麻麻嘅啫。一個 sem 裏邊咧，其實都係上十零二十堂到啦，分分鐘上完之後咧，個老師即係個挑剔都分分鐘唔記得你係邊一個嘅。咁而我參加咗呢個計劃之後咧，其實我哋幾位同學同埋同阿張 Sir 咧個關係融合咗好多，同埋大家認識比較深咯。喺呢個學院裏邊咧，我哋好似有咩困難咧，我哋可以揾到阿張 Sir 啦，即係第一時間其實實會諗到佢先嘅。當我第一次做呢張單張嗰陣咧，好開心咯，因為睇到個名係叫薪火相傳計劃咧，就係以身傳身，好似一個接棒咁噶啦。但係呢個活動都搞咗成年啦，發覺都有少少失望啊，因為其實係好難做得到咯，因為可能係導師本身個時間關係啦，佢哋係做唔到呢樣嘢。其實睇翻我同自己組學生個關係咧，就未必係好似其他導師咁樣嚇，可以保持到一個咁即係恆常嘅接觸，咁反而就係同學你揾我。任何時間嚇，咁我都會即係盡量去處理咗同學嘅問題先啦。如果有多啲時間嘅話咧，會做得好啲，會做得深入一啲。我唔覺得我可以教學生好多嘢，咁但係起碼咧，我喺同學生接觸嘅過程裏邊咧，我抱持一個好開放嘅態度啦。譬如我識嘅嘢，我就話俾學生聽我識，或者我知道我就知道。如果我唔知道嘅話，我就唔知道。咁我諗呢一樣係好重要噶。我認為咧，唯有學生知道自己有啲乜嘢唔知道嘅。不認識的他才至會正視那個問題，去向著那個方向就是尋求一個知識上面的滿足，或者是一個自我的提升。
咁呢啲嘅同學將來都會係為人師表嘅。所以我都約略估計咧，佢哋喺未來嗰二十幾三十年嘅專業嘅工作裏邊咧，大概會接觸到10,000個學生。所以如果我哋雖然咧而家燃點咗係200多把火，但背後可能係會有200多萬把嘅火。咁就唔係把幾火啊，係咧萬幾把火。咁呢個咧就好有意思。生存計劃經過了一年的時間，慢慢有一個小小的圈子在這裡，就凝聚了小小的力量。我們核心小組跟其他導師談過之後，就決定將參加生存計劃的學生帶出校園，跟區內的中小學合作舉辦一些跟語文有關的活動，讓我們的學生有機會接觸下外面的學校，爭取經驗。我們寫了很多信給很多間學校，第一間有反應的就是大埔循道衛理小學。大部分的學校最有興趣的那個活動呢，就是語文嘉年華或者是語文遊戲日。他們很可能呢，因為一來不知道語文嘉年華是什麼，但是覺得挺吸引的名字，所以就選了這個。二來呢，就是他們有些學校呢，就是他們自己本身有搞開一些遊戲日，但他就沒有想過呢，怎樣將這些玩的東西和語文學習混在一起。那他們又想試一下，我們會承包的，他們是同學協助的，我們就會是安排好了，然後整個 package 去。就這個這樣的計劃呢，即是你們有個心理準備，就是挺吃苦的，還有它既是一個即是中文的訓練，是吧，一個過程有很多語文的元素，同時也是一個領袖訓練來的。那我們其實就是想著由這班同學就即是做個核心了，你們就會是孭起負責統籌啊等等的工作的。咁我哋一路咧都會撐住你哋。就先選一個即係唔好叫領導人啦嚇、啊，就一個同學嚇、啊、就去帶嘅、嗯、啊，然後再喺由佢去再同你開會。哇！大佬四撐住。哇！好驚喎！清講哇！唔緊要啦 ，Polly， 都唔係第一次見你。我想知道你哋究竟收到幾多資料，同埋係咩類型先？首先掟曬所有嘢出嚟先，嚟，我即係話個 idea， 你哋係咪即係好 details 去已經係準備咗一個每一個 game 要玩啲咩先？可以玩下同音字嘅。引字咧就係、是、首先喺個沙池或者發泡膠池咁抽佢抽個字出嚟先啦。咁抽個字出嚟咧，佢就叫佢哋試下有啲同音嘅字，佢可以數到幾多出嚟。咁另外一個遊戲咧就係看圖猜字嘅，只雀仔有個口咁樣，咁佢猜翻係咩字啊？咁個係個名字啦。咁我就用釣魚嘅方式釣翻出嚟咯。又嚟，點啊？傾偈啊，佢哋嚇，送父傾叔父啊，嚇啱上完堂啊。係啊，好攰，好多嘢做。咁最近語文嘉年華做成點啊？基本上問題都唔大嘅，不過好似喺聯絡方面好似有少少問題咯。點、樣？即係本來我之前嗰幾次開會，我都係負責咗一個統籌角色啦，即係你意見 group 埋一齊，跟住我哋去再跟翻一啲事情咁樣。咁但係到近期咧，開始落手落腳做呢個 counter 啦。咁佢哋真係去做嘢，去 prepare 去整嘢嘅時候，但係我冇 attend 佢哋 meeting 咯。咁變咗似乎有啲嘢我係需要知道嘅，我做一個聯絡人。咁但係我需要佢哋交代翻，或者係我需要知道嘅嘢，但係我而家知唔到咯。其實我自己做聯絡，我自己都有我一定嘅工作，但係呢啲工作始終人哋睇唔到喎。咁變咗咧佢出到嚟嘅情況就係好似我指佢哋去做嘢，然之後佢哋就覺得可能咦係咪有啲問題咧咁樣。出到嚟個情況就係話我需唔需要話俾你聽下嚇？我直接同導師講得啦，唔需要經過你啦咁樣。會唔會係？淨係你自己好清楚你自己嘅角色做緊啲乜嘢，其他同學就唔係咁清楚，所以出現咗你頭先講嘅一啲現象嚇。同學覺得你喺度指揮佢哋，但係又唔做嘢喎咁。咁我諗嗰個溝通嘅問題嗰度咧嚇，我覺得係唔係揾個機會大家坐埋一齊嚇開心見成啊，為咗辦好件事咁即係交換清楚自己的意見。咁我諗個問題咧就會即係解決得好啲啦。
最初咧就 form 一個小組嘅，咁而有人咧就提議話，不如set 一個行政組出嚟啦，咁我將我哋啲嘢咧係交俾佢哋睇，然之後咧由佢哋咧係同阿 Sir 接觸啦。攤位方面我就比較清楚啲啦，咁所以有啲嘢就變咗大家傾一傾過，咁就決定咗由我直接去話俾佢哋導師聽咯，就唔使隔咗一重咁樣浪費咗人力咯。因為大家都是未來的老師，其實大家都有那個獨當一面的潛質的，咁發覺如果一齊做嘢嗰陣咧，嗰、那個效率啊、意見啊太多啦。咁後屘經過一啲大家好冷靜咁去討論過之後咧，咁發覺都係將工作分開啦。我哋咧幾個同學咧就做呢個集體遊戲啦，咁另外嗰啲同學咧就做攤位遊戲。咁變咗，哇！又要嗌，又要講，又要佢哋聽，要識玩，顧好多嘢。之前會諗住誒好混亂啊，好多嘢都唔識咁樣，但係原來出到嚟都好好啊，即係有秩序啊，又好有效率啊，即係樣樣嘢都好順利咯。鬆咗一口氣咯。係之前因為其實都好緊張，今次搞成點樣啊？因為大家即使係琴日都仲係好緊張咁做緊攤位，係啦，咁所以咧都好彩今日完全搞掂曬。好辛苦啊！不過時間唔夠咯，如果係每班可以俾多少時間咧，會更加好啲。望住一、二。如果譬如我哋自己去話俾個機會，我哋啲小學嘅準教師去作為一個訓練嘅機會嘅話咧，我覺得個目的係達得到咯。就小朋友可能會係集到喺遊戲嘅。但係嗰個語文知識嗰個嗰邊咧，就未必喺個過程裏邊強化得咁緊要。今日啊，接觸班小朋友啊，點樣同班小朋友相處？而呢啲咧喺唔同嘅課程咧，係佢哋即係話呢種感性嘅認識咧係好缺乏。但係個課程咧，即係話呢一種咁嘅訓練咧係好重要。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因為我哋嘅學生咧能夠將理論落實到一個實際的活動裏面。其實學生在個準備的過程裏面咧，佢應該係能夠去通過去揾資料啊，去做練習咧，係能夠去執到自己本身啲喺語文上面嘅問題。其實係好開心，即係覺得係終於將一個初初嘅意念，依家變咗慢慢係一個真係做咗出嚟啦。而且真係即係我一路都成日都覺得就係其實如果係。放手俾啲同學去做，其實佢哋係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喺我心目中嘅薪火相傳，其實好似一個燭光晚會咁樣，有人點起支蠟燭，然後有人走埋嚟借個火點多一支，然後有人走埋嚟兩支變咗三支，三點變四點，四點變五點，慢慢。周圍都佈滿了很多點點光芒，
好人会因为将火借咗俾人哋而削弱咗自己嘅光，但系佢借咗出去之后咧，佢照嘅范围大咗，每一点火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辉映。但系当佢哋一齐嘅时候，佢哋有一个更加大嘅光芒，能够可以照亮更加多嘅人。